来，各位掌声鼓励刘宪华带来的。没有，就刚刚。查尔达什舞曲。查尔达什舞曲。我们先调个音嘛。对，我给你一个音，我给你一个音。哎呦！好，给我一个音。好可爱，两个在这儿，有种对话空间。你爵士味出来，真的非常好。你知道我还拉不来这个东西呢。哇塞！我都是拉着那种正规的，就是学院派的古典乐。哎，哎，我们掌声欢迎我们从来不正经的 Henry 带来一首正经的《查尔达什舞曲》。一开始。很棒，很棒，啊！有点紧张是吧？大，哎呦，我听着就说好紧张。我他拉的很好，真的，而且你知道这一句一句其实不太容易拉，对，因为我们都是惯性连贯性，这个我们都做好准备了，结果停一句拉一句停一句，反而很不好拉，你知道？是刚才那个也是，但是很棒，太好了。